作为湖南一哥，何炅的口碑与人缘有目共睹。何炅出道数年以来，鲜有不良新闻发生，而且乐于助人，敢于担当，在娱乐圈有相当的地位和名望。何炅和谢娜两人搭档的非常有默契，但是两人是真真的纯友谊，像家人一样的存在。而谢娜如今与张杰喜结连理，两人非常恩爱甜蜜，谢娜感情生活美满如意，令不少人都想打探何老师的婚姻状况。如今的何炅已经43岁了，但是从气质容貌上依旧给人很年轻冻龄的感觉。不过何炅的婚姻感情生活一直是个谜，就连刘德华当初保护老婆这么严密的工作都被发现，而何炅确实比刘德华隐藏的还深啊。可见何炅的爱。何炅的老婆名叫王晶，并不是娱乐圈中的人，不过虽然不是圈内人，然而对于何老师事业的帮助却是举足轻重的。可以说何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多亏了有他的帮助。两人认识十几年，可是这段感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，直到两人领了结婚证才被娱乐圈为数不多的人知道。结婚十几年，两人依旧这么恩爱，令人羡慕。12月1日，何炅在微博发文，本本给我发了一组黑图，然后又向我示好，我有点不知道该给小黑屋加锁还是开条缝了，你觉得呢？原来是快乐大本营幕后工作者发给何炅几张调侃他的照片了。何老师大方展示自黑照的行为，并没有换来网友安慰，反而何炅微博评论区出现了海量何炅的表情包，令人捧腹。何炅晒快乐大本营幕后人员发来的黑历史照片，何炅微博评论区出现了海量何炅的表情包。何炅老师是当今湖南卫视主持界的中流砥柱的。